我忘了跟 Linda 串通一下，因为我的分享跟他其实有点相似，就是我也是学的可能需要用界面去做编程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是我的分辨率我直接对这个我分享大概是一个，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图形的东西来帮助开发前端的一些项目。然后我其实之前写过 Vue， 我在0.8.几的时候写过几个星期，然后后来在饿了么也写过一段时间后来我精力主要在 React 跟 ClojureScript 上面这个项目其实是就我分享的贴的这个图，这个是一个用 ClojureScript 实现的一个编辑器但它是用来编辑一棵树的。那这个在后面讲。然后这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因为我最开始在想，就比方说就以前开会的时候他们在上面讲，然后我在想，就是现在 Vue React 已经发展出这么多功能了，那接下来前端会变成什么样子，就这个框架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这个问题我是不知道答案是什么的，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就是我觉得前端或者开发当中的重复工作我们是需要避免掉的。比方说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比方说设计师给我们一个 sketch 文件，但是我们需要把它用 HTML 用 CSS 把它变成代码然后才能运行起来，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重复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类似的方案去解决这种问题。但这个以前也解决过很多次了。然后我就用ClojureScript 来写了一个这样一个原型，然后这个就是大概就是你可以在这边编辑一个树，然后在界面上预览，然后最后把那个保存在一个文件里面，那个文件可以被编译器或者框架读进去，然后渲染成界面。那它展示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左边会有一些模板 templates，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预览。那它的编辑界面大概是这样子，就左边还是模板，然后选了模板以后会这边会显示它的那些节点像那个动数一样，然后这边会有一些它的属性，这个属性其实是配置过的，就是一些预设的一些属性。然后这边会有样式当然也有一些预设的东西。那这边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一个 mock 的数据，就是我可以在这边指定这个模板当前需要什么数据这个看着很奇怪，是因为它是个 Lisp 的一个格式然后我就可以根据这个格式把这个界面渲染出来这边有这边有个例子，就是比方说我这边是有一些模板，这些模板定义了这个组件的结构，它的洞它的组件是怎么样组合的，然后我在这边配置了它的基础的数据，比方说 container 里面这个数据是大一点的，就会包含一些应用的数据，然后我在 preview 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把它 preview， 就查看它的当前对应这个数据是展示成什么样子。那我同时也可以预览，就同时把所有的那个模板跟所有的数据都编辑出来，然后把这个它界面有哪些可能性给展示出来对，这个 demo 我稍微改一下，这是一个真实可以跑的 demo， 就是我在这边可以对，刚才我改的是代码，不是那个模板，那我可以在这边改这个模板这个字体肯定是很难看的，字体和字号，然后我把这个字号改一下，那我直接把它删掉，然后我保存保存以后它会写到一个文件里面，然后在这边我的代码就会把它读出来，然后渲染到界面上。它的格式的话对，它的格式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 JSON， 只是语法不一样，然后它就是一个 JSON， 把这个动数的结构整个表示出来，然后会有一些预先配置好的一些属性在上面。对，然后通过这样的工具的话，我大概做了这样一个 app， 就是我可以在这边管理，比方说我添加一本书的一个名字，它的页码，它当天读到哪一页，然后我可以再去查看，去编辑这个页码。然后这边就会更新，大概就是这样个 demo。
但这个跟 view 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在开发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我要给它加一些功能，比方说它要在读取那个没有网络，它要读取那个数据，就是在那个 mock 我写在 mock 里面的那些数据，需要一个表达式去读取，然后它也要支持组件状态，像普通的 view 组件或者 React 组件一样支持组件状态。那我在实现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地方跟 view 其实非常相似，因为它是一个模板引擎，然后我需要在里面插入一个表达式语法去读取这个当前组件上面有什么状态，比方说我用 at 表示它读取当前 props 上面状态，或者用井号或者什么去读取它在当前组件状态的一个 state 上面的一个数据，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要去实现状态的更新，状态更新在 React 里面需要对用 set state， 或者在 closure script 这边可能要调用其他的东西，但是在 view 里面就会显得清晰很多，因为有双向绑定嘛。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方案。比方说我在这边指定了这边的输入框，如果跟一个跟一个 state 上面数据绑定的话，它可以很快的把这个界面生成出来，而不用我在这个组件外再插入一些什么代码去更新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借鉴的一个地方，就是 view 会有一个模板引擎，会分析模板引擎里面的语法，然后去检测里面的依赖，然后去生成一些可能比较方便的一些逻辑数据的逻辑。那这个对这样一套基于虽然我做的是一个类似树的结构，但其实它对应的是一个模板引擎，只不过它保存在文件里面是一个 JSON 的格式，它不是一个 HTML 的一个格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那这个方案是不是未来可以借鉴 Vue 的一些方案，就是说比方说我的表达式可是不可以借鉴 Vue， 我的状态更新的方案是不是可以借鉴 Vue， 就这样一些想法。那有了这样一个东西的话，我大概就是希望以后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就比方说有一个不是那么会编程的人，他可以去编辑这个界面，把这个样式啊还有一些基础的数据补出来，然后写代码的人再去根据这个结构在上面加一些 action， 加一些其他的逻辑，然后这样共同把这个页面完成，就形成一个整个 app。